好的。Welcome to my vlog。今天是我们打 booster 的日子。OK， 应该会有很多人疑问啊，到底你怎样 register 到的？坦白讲，我们也是在一个不懂的情况下，然后突然对，打开 My Sajatara 去 check 看，哎，原来可以打 booster 了哦，而且是收到通知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的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你还不懂你几时可以打 booster， why not 可以去你的 My Sajatara 里面 check check 看啊，可能会有我们一样的惊喜。那我们是隔了多久再被安排我们打 booster？我们第二次针是在八月，那时候我记得我是生日月。八月九十一二一，差不多五个月啊。也五这样。So, 差不多半年了。十一十二一。转眼间哦，转眼间五个月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 booster 也不是再去到那种很大个货还是什么，就是在我们家附近哦就可以打了啦。对，而且姐姐是去 clinic， 我们现在是去 mall 里面一个小的 mall 这样子啦。所以这个 vlog 呢就记录，哎，我们打了第三支针到底会有什么反应啦。OK。还有就是我们的是有写好，我们是打 AZ 的，然后很多人问我们，哎，周末我去到可以选，所以我也不明白我们去到是可以选的，可以选的吗？去到那边当场可以选的，好像明康他就是可以选的，他们刚才他打 Sinovac， 他第三支针还是打牌子还是打 AZ 不用，就是他就可以换的。Okay. 我也不明白啊，有些人是可以换呐、啊，当场他问你你想打什么。OK， 等一下我们就去看一下有没有当场问我们。爸爸他那个麦斯加特拉他是没有写他打什么针，我们的写好了，所以不懂是不是有分的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OK， 我哥跟我姐呢都打了 booster 了啦，两个人都没有反应，他们之前呢也是没有什么反应的。对，不可以拿它来做。对对对，他们是奇怪了。哥哥呢就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你姐姐等一个半小时。所以呢，看一下我们今天会等多久了。Booster Center， 我们呢是在一个 Aeon Shopping Mall 里面打了 Booster， 又可以顺便 shopping 拍拖了。哇，你刚刚肉鸡之前你跟我讲什么？啊，很多东西做。真的很特别，我们是在 Aeon 里面打这个疫苗。哇 ，Aeon 很会做生意嘞，打疫苗就可以进来 shopping， 买一下新年礼这样。真的很有新年气氛了啊！这次打疫苗啊，就可以安心一点。对，可以一边 shopping 一边打疫苗，显得一点都不紧张，比起我们第一次跟第二次打。第一次好像很严重。哎，然后会不会是在 cashier 那边打的？以为只有那边有人排队。好像奇怪啊。进到来就完全没有。你这边有指示，这里是打不射吗？你走错路啊？你醒过来，其实原来不是这。你们在搞他？我们是跟着他那边走来，是没有错啊。对啊，那边走来。这样子来骗广告这个 AO， 明明自己走错路怪 AO 呢。然后他这样，这怎么又带我们走一些了？他指一指这里啊，那个杆，我那边那边，哎呀，那指示都不对啊。OK， 前面他哪里看到了？看到个人没有 ？AstraZeneca。看到这个方面我会紧张哦。哇，这样大了，原来这边。OK， 这次要不用带笔来啊，有准备，带消毒液就可以了。对 ，upgrade 了。哎，这次要填的东西哦，都比上一次好很多，就是非常的容易、简单，填两张了。OK， 一样，这样我们先 doctor 我们解释。OK。你们看 Doctor 的签名，真的要看的吗？
四座山加一个考场。对，好好盖嘞。十个人。没有，我们上一次这样可以做。什么？没有上一次这样，我们可以自由做，这一次要跟着做。嗯。哟，要到我们了，要到你了。全部走完了。嗯。他们好哎，知道我们两个人，然后给我们两个人去同一间吧。哇！他讲我们是 husband and wife。husband and wife。husband and wife。笑，哎呦，很开心哦 ，husband and wife 哦。他们刚刚讲 husband stand behind， 背后的男人，怎么你一个赞助？不懂了，是我，是要你，我罚站。他觉得 husband stand behind， 谢谢，我喊你先，你比较有反应，这个怕打针的。有没有心？有没有凉一下？我的心已经停着，好像坐过山车啊。然后你一点的时候不是停着，我现在躺着一点都停着。有人出来就怕了啊！这样他打疫苗了没？动进去一下就可以了吗？怕什么呢？哦，打不了霹雳啊！今天没买一只香蕉。哦，那么的话。那么的话，就让白色的分你啊。OK。哎呦！来呀，来了。不错，干净的。Okay. 比较痛啊，我之前没有什么反应啊，这次很痛一下。他在放那个 juice 进来的时候，我 feel 这次比较痛。OK， 搞定啦。那也给大家懂，我们打的这个是 AstraZeneca。AstraZeneca 呢，也是现在世界上呢最多国家承认的一个疫苗了。终于打了这个，你就可以去比较多国家这样。主要呢就是我们打完疫苗了。我们下一个不是这，可能就是一年后的事情了。懂。我看到有一个图很好笑啊。他们讲 booster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， 在里面填满整身。对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记录一下，看这次 booster 有没有像我们之前这样发高烧啊、难受这样了。然后有些人他们没有收到 my suggestion 的嘞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有什么 center 是可以 walk in。对。然后我们回家见。我要去买凉凉的水，根本就为了自己想喝。Let's go。辛苦啊！我打完不是的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们完全没有事哦。而且你当天还去记者会。是，我当天还工作去记者会。快点联系。
上课几天？对对对，第二天我还连续去上课三天了。所以呢，这个 booster 啊，可能听说啊，就是你前面 effect 越强，后面你就要抵抗力了嘛。所以打进去的时候，它就 automatic 抵抗力就能够消灭掉这些已经认识过的敌人。所以如果你前面越没有 effect 的话，你这次打第三支就是 booster 的话呢，你的 effect 就越强。如果你没有来 effect， 就确认说，哎，你身体对这个疫苗免疫了啦。OK， 应该是这样的道理啦，应该啦。是不是？怎么专家在下面 comment 告诉我们是不是这样啦？哦，因为有些人打 booster 很大反应。哎，我们的家人有些是完全三支都没有什么反应，太强了他免疫力。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啦，哦，最重要呢还是大家一定要去打 booster 啦。相信大家都对疫苗它的威力应该不用质疑了吧？因为自从很快速度让我们全国打了疫苗过后呢，真的是看着我们的死亡人数还有确诊人数下降了。所以呢，看了这个 blog。的你们记得要去 check 你们的 MySejahtera， 因为里面呢可能是无端端已经告诉你说，哎，你在这天可以打疫苗啦，就在你家附近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booster 啊。OK， 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认识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所以我们现在认识它第三次，它就死在我们手里。今天的报纸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